YouTube 的粉丝们，大家好！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。喜欢视频的朋友们，记得按下点赞和订阅的按钮。新手卡出点金，是为了点野怪。我不出点金，是因为我能点英雄，点一个263，点一个343。好吧，我是点英雄的。能看着敏锐特质阻碍。我方善卡需要支援。铭记于心。我方善卡需要支援。稳步前行。时机是妥当，无所愿起见，一出霹雳双重烈火。快准备接受源远流霹雳烈火的光，无形三重烈火，一日不知加护明了，强袭飓风，无形扬言冲击，只是就是力量，我的绝对无知。敌方上塔已被防，之光照亮前途，
你们读装备也太慢了吧，他有分身符啊，我一眼我就知道了，我看了一眼我就知道他什么装备了。你们这些说紫苑的都是没看装备的，他有分身啊。
说，元素之光照亮前途。谢谢疯狂天使一八大哥的飞机，感谢我大哥。伟大的奥法，我正受到攻击。真知奥秘，唯我知晓。铭记于心，源远流长。杀！
方上塔为目标。打出点出来就好杀了，对吧？直接打。一般被动不用加太高，加太高刷的也没有那么快啊。加个二级被动，他这个把他打摆一下，对吧？他不想跟我打，不想跟我打就放他走。这版本打大哥的话就是连击刀啊，连击刀是一定要做的。连击刀做完之后呢，A 他一下，一个棒击大击再 A 一下，对吧？再追一下，啊，这波没有封住的话就打前去了，不管了。这一波我觉得得走一波，因为他这个线已经不好打了。Luna 的 Luna 有隐，红女有隐身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神域者打一顿。绕一下，有没有崩了呀？先做 BKB 也没伤害啊，所以有些装备不能先做的。
传引。可以啊，无敌，不做了吧，做个撒旦好了，做个撒旦肉一点。丽娜有引刀，杀不掉。A 杖魔晶这版本都挺一般的，好吧，没什么用。没速不好跟啊，我就不跟了。什么概念呢？就比如说你像打猴子对吧？你出个。你像火女这个移速看上去很快是吧，他只要被冰焰粘到了他就跑不动了，就哪怕你是满移速，你只要就是满移速不是550嘛对吧，你550就算被打到了就只有250了。新手建议一开始玩哪个位置？你是打人机还是打匹配呢？我想问，就是你新手一上来，你是打人机还是打匹配？你打人机的话，我建议你先从中单和大哥开始上手。你打匹配的话，就建议你先玩一下辅助，因为你打直接上来打一二三容易被喷，偏踢新手打不了。匹配的话就建议先从4号位或者5号位开始玩。